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华剧院来观看我们癸卯年钢丝节系列演出的第三场郭德纲先生精品作品专场之二。有没有昨天来的观众？哎，你看昨天是头一场，我们这师兄弟啊演了好多我们先生当初的一些经典作品，虽然演得不错啊，昨天我在侧幕条也看了，但是不得不承认跟郭老师当年原版的这个作品比啊，还是有一点差强人意。这就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各位，就是说相声的什么叫好角啊，自个儿能写，自个儿能演，还能保证效果，这才叫好角儿。能占两个样就算不错了。你看有的演员能写能演，但是效果不见得能保证，有的能演效果能保证，但是自个儿写写不了。我作为什么时候像郭老师这样，这三点都能达到，我觉得每个演员都能这样，这个艺术就兴盛了。现在演员这心都不在这作品上，演个电视演个电影啊，对不对？啊，对，你说对，也有那个出去旅游不回来的，有大林的问题。昨天我去那个万象城那点看那电影海报，大林那个二手杰作有看到没有？那个你说他爸在这一手的佳作他不演，他演那二手的杰作。那咱甭废话了，咱们引出头一个节目，你得娶我。表演者是我们德云社天津籍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靳鹤兰、朱鹤松。谢谢您啊，感谢您，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各位啊。哎呀，哎，谢谢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您啊。特别开心啊，也特别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对，其实我们哥俩来说很少参加这种集体活动，这种大型的演出啊，初次参加心情真是忐忑不安。哎呦，太激动了。嗯，往年来说啊，参加最多的集体活动呢可能就是封箱演出了。对，当然说封箱演出我们参加比较多。嗯，而且呢在里边我们都能充当一些重要的角色。什么角色呀？啊，就是散场的时候啊，啊，最后了，都演完节目了，郭老师站在前边啊，后边那200多人里边啊有我一席之位啊。但是别看那200多人有我的位置，我那个位置我觉得我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多新鲜呢，要没有我在那儿站着，谁跟他在那儿哎嗨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嗨呀，就靠我们几个烘托氛围了。哎，像这个场合呢，这个钢丝节很隆重。啊，是啊，按理说呢每年都会有演出。嗯，这个由于特殊原因呢好几年可能没办了。对，今年又办得特别的隆重，特别开心啊，好多朋友百忙之中呢也抽空来看看这种演出。嗯，我们是头一个节目，头一个节目来说有时不太好表演，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好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还在陆续的进场当中。嗯，我们慢慢的说，大家伙慢慢的听，不着急，争取给您各位带来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有认识我们哥俩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上台来给您做一个自我了断介绍。自我了断跑着死这儿了是吗？我就想死在这里啊，这是我的家乡嘛。对，跟您认识认识。哎，介绍介绍，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不需要了啊，不时接来之时，短暂的两秒钟已经深深的刺痛到了我。真的，就你们这个掌声四个字的总结，什么呀？不要也罢啊。哎呦，隆重的给您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说说我。好多朋友对他有一定的认知度。是吗？姓朱，叫朱鹤松。谢谢。对，就你们听相声只看捧哏的吗？这逗哏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吗？我靳鹤兰。蓝就退票。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哎呦，真是说个劲。朱鹤松告辞。
哎呦，干杯，别，刚来，我现在就想走。不行，一定得站足了25分钟，这样才发劳务费。你得站足了啊，耗也得耗到这个点儿啊。不是啊，这怎么？同样的一场买卖，凭什么这么喜欢你啊？贺松走上舞台，这是家乡父老对于贺松的厚爱呀。对呀、啊哦，你在这演出家乡父老。对呀、啊，我是老坛儿。这叫什么话呀？这我想起先生那句话了：你是家乡父老，能容我、啊，我是容不下去了吗？不是，我这是我回到这儿啊，属于省亲演出。你们上这是说相声，就害怕观众不笑，心里有负担。贺松站在舞台上，不用观众笑，就是跟父老聊聊天儿啊。不是，你是家乡父老。对呀，你是天津人啊，我也不是外地的呀。不是，你哪个区的？我住的地方。你哪儿的？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武清区。听听这个掌声，你听听，这都是吃过豆腐丝儿的男人和女人们。你武清的？对呀，我是虹桥的。啊，真的，咱俩哪个离海河近？你在中华剧院演出，离海河近干嘛呀？哪个离市里近？这跟说相声有关系吗？你往这一，你还天津的，我也是天津的。甭管是哪里人，观众喜欢优秀的演员。大山来自美丽的加拿大，中国人民也是万分喜欢。这不是钢丝姐，嗯，这是春晚。我把今天晚上的演出看得比春晚还重要。真的，那是因为你去不了春晚。哎呀，上天津春晚的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激动，这么高兴，这么兴奋呢。天津春晚真是，我恨不能把我这一腔血洒在曙光里和文月北里这一块儿。还真是老天津味、啊、真是，我就恨不得把血我就撒在这片土地上。这方圆1公里你还真熟。哎呦，真这种心情你难以理解，但是咱们都得卖力气说好相声。真是三两句话你都给我说懵了。上台没2分钟，光带着煽动群众玩了。这不是跟观众聊聊天拉拉呱吗？什么聊聊天吗？后边拉拉呱，天津话，这不山东话吗？这不是，不天津演出，你聊什么山东话？我也得照顾最后一排来自山东商会的朋友啊。最后一排山东的吗？都是来自山东商会的朋友们，这都是一个个，这都是各位商界的老板，各位奇才呀、啊，这都是。你看看，对，最后一排他还没有鼓掌。最后一排自己都纳闷，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都忘了吗？就是可能各地的朋友都来了，欢聚一堂，同庆钢丝节。哎，对了，开开心心的、嗯、对，其实挺好，多哏儿啊。哎，对了，也是放松的一种方式，享受生活。对了，而且好多人呢，有的都不是自己单奔来的。那是什么呀？成群结队一块来的啊、对吧？有的那个都是网上一块抢票，一抢啊都是抢好几张。对对吧？有那时候带朋友来的，是有带父母来的，哎，有带孩子来的，有带媳妇儿来的，有带别人媳妇儿来的，啊，哎呦，带别人媳妇儿来的，举个手，我瞧瞧。哦，还真有哈。啊，大哥还真了不起，胆儿还真大，给他来个特写。对，发抖音圈他女朋友，甭管跟谁来的，祝您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高兴最好。嗯。有时实话实说，我看这个现在搞对象的男女朋友们，我看着我就开心。你看别人搞对象你开心？我觉得很幸福哦。我觉得应该有这种爱情这种纯真的样子。是，对吧？你包括今天我坐车来的时候，地铁上我还看着搞对象的。嗯，现在好多年轻人不大点就开始搞对象，但是来说爱情啊没有界限。对，谁跟谁好都行。嗯，那可不嘛，谁也拦不住。哎，对吧？包括朱老师，我幸福美满的家庭，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儿，是，对吧？也是我们行里人，对对对，啊，
很喜欢他，嗯，相濡以沫啊，形容他媳妇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绿茶啊。这叫什么形容词啊？这叫我不是怎么形容啊？就是非常的好，非常不错，嗯，幸福美满的家庭。对喽，今儿过去有很多的古诗词啊，都是形容这种爱情的。什么诗词形容爱情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有这么一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没袜子过河，是哪一个来推我吗？等等等等。有船吗？船来啦！行，先下来，先下来。这怎么连过河都出来了？这个不是美好的这种爱情诗歌吗？这不是诗词啊！啊，反正这种爱情的画面太多了啊！我过去，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老人面前老浮现那么一个特别美丽的爱情画面。什么画面呢？天清水碧，鸟语花香。嗯，小溪潺潺。哎呦！大森林绿油油的，我这景色太美了。河边飞过来几只海鸥，您先等会儿吧。那河边飞过来几只海鸥，海鸥迷路了。海边啊、哦，海边飞过来几只河鸥。嗯，主打的就是什么边不能飞什么鸥。海河边有人群殴。嗯，对，就报警了。反正就飞过来好多鸟，哎，这个水边上飞过来好多的鸥，哎，对了，嗯，反正咱不知道是什么吧，景色非常美。反正打远处啊，王子公主款款的走过来，哇，后边跟着一匹白马，哎呀，当当当啷滴当，当啷当当当当啷啷滴当，当当啷当。这后边跟的不是白马，这是跟一头猪。不是，就说那个意思，马过来了，这不是猪八戒出来了吗？这不是猪马啊、哦，狼马峰。嗯，真是这个王子和这个公主真的好搞笑啊！反正这个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啊、哦，就来了。王子牵着自己心爱的公主，嗯，说着情话，哎呀，唱着情歌。我当个柴油工人，多么柴油工人啊！我当个香油工人多么重要，大名府来的。我当个汽油工人多么荣耀，咱选不对油了是吗？我当个退，你说吧，不当个石油工人多么荣耀，我不知道哼什么吧，啊，反正哼着那个爱情的歌曲，爱情的歌曲就向我们走过来了，缓缓的走来，哎，一切都像童话当中形容的那样啊，特别的美妙，真好啊。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啊，这是什么形容词？这是不是就是特别美呀、啊？嗯，脑海当中啊老有这种画面浮现，嗯，有时很羡慕，羡慕什么呀？羡慕这种状态。哦，你羡慕这种搞对象的状态？对、哦，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拥有这么完美的爱情。哎，这种爱情都残存在大家的想象之中啊！哎呦，要提起我的爱情史来，有很多事故。事故？不是故事。故事？有很多的故事。嗯，没有特别美妙的。哦，可以这么说，我失恋的次数都赶上中国足球失利的次数了。那就是没成功过呗。你说的是我是他，你都一样。嗯，哎呦，哪一段爱情都不特别的美好，不痛快了。你要说最好的，嗯，印象最深的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算是初恋吧。哇，算初恋吧。你的初恋？哎，当时女朋友不大啊，那是岁数都小。对，哎呀，十七八岁那个年龄段，那哥们儿就爱上你了。哎，不对，你叫哪哥们儿爱上？不是，就那人就爱上你了。对了，哦，喜欢她，女孩子长得漂亮，特别的单纯，是吗？叫爽，爽，哎，哦，姓郝，就这个名儿起的真是就这么的唐突。有时候到他们小区楼下喊她，怎么喊呀、啊？爽啊，爽。好爽。你住哪小区？
团我从这小区。真是，哎呦，哎呦，你知道当时那个场面多尴尬？哎呦，有多少人推开窗户看我？哎呦，真是想着那个，你不要再笑了好吗？那个画面就那么的恶心。你是嘲笑我还是嘲笑这包袱？不是你。很尴尬，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肯定，就这个名字透露着这个女人就特别的好，真的很喜欢她。嗯，不错啊。她在一个售楼处当关公小姐，关公小姐，这是一个红脸的娘们儿。不是，就说女孩子长那个，这叫什么？有个词儿，那叫关公小姐，公关小姐。到底哪儿的小姐？公关小姐，卖房的那个嘛。对啊，中介。哎，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对，中介，哎，就是房屋骑驴。这个词还真恶心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别看他工作不是说特别的不错啊，啊，但是啊，这个人很有文化修养哦，文化素质高。平时我们坐在一起啊，不像别人外边瞎玩去啊，我们经常在家里边。着棋，着棋就是下棋哦。这着棋是文词，哎，就是下棋，经常对弈。对对对，这雅呀。摆好了棋，嗯，焚上一炷香，哎呦，放上一点背景音乐，嘿，当当当啷滴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啷滴当。你都糟践那个棋，糟践那个香，这叫什么话？这干嘛呀？请猪八戒上身，放点音乐嘛，放什么？交响乐啊，来点交响乐。交响乐，咚咚咚啷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啷滴咚。您就是换成了西洋乐器了，你怎么这么耐这个猪呢？你顶仙顶的是猪是吗？我也不知道郭老师作品为什么老有这个音乐。点个香放的什么曲儿？这都是啊，反正放着背景音乐，我不知道放什么啊，不知道放什么，来点非常高雅动听的交响乐呀。哎，放着音乐，闻着香啊。对面而坐，你瞧多雅呀！下一下棋啊，军长下的军棋呀，下什么呀？这在售楼处就下了，这还跟家里点着香下呀？不应该下什么？下围棋呀，围棋也得下。对呀，平时下是围棋啊，红先黑后，围棋红先黑后，咱说的是一个围棋吗？围棋吗？围棋不是说在围棋道下棋就叫围棋啊。小围棋道。别，你不别，人子儿一黑一白呀。我那白子儿掉那个酱豆腐里边了。啊，就吃着这个东西都不能下围棋。下围棋。啊，围棋。捏一个子儿。嗯。一子定中原。哦，搁正中间了。等等等等等等。哎，好棒耶，真不错，该你了，该你，该你，走走走走，哎哎，漂亮，走，哎，这小两口不用在家下，海底捞门口就干了，你有点太贫气了，这不下的跳棋吗？这不是，什么棋不得下？对呀，啊，还有蓝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靠的，脑盒的。我真想跟你聊天，我真想靠你。对，真是不下了，别下了，不下了啊！要么你上房屋中介那儿当托去吧，聊聊音乐。你跟人家聊音乐，聊聊音乐。哎呦，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哦，那个太雅了，不敢苟同。嚯，我最喜欢的是朱云峰的发大财。真是，这还真是太下三滥了。来，哎。是歌曲还是人？不是，你爱的这人家爱那个命运，你爱发大财，我就想发财啊，啊，下完了棋，聊完了音乐，品一品茶，我开始喝茶了，喝喝茶。哎呦，俩人太雅了，喝茶也有讲究。那应该拿大缸子蹲蹲蹲蹲蹲怼满了，这不成啊，那是硬茶，那多新鲜呢，一会儿喝够了，那不成啊，小杯哦，小茶碗，小茶盅，小盅，放好了茶叶啊。拿开水一冲，这为第一泡哦，第一泡喜茶啊，浮土不能喝，倒掉。哎，从第二泡开始喝，嗯，第三泡、第四泡、第五泡，
越喝色儿越浅。对，越喝越不骚气了。哎，我觉得你有点讨厌了。怎么一泡一泡的呢？不是都这么说吗？第一泡来，二泡，三泡，四泡，五泡。人家喝一泡一泡，这一泡不到了吗？哦，就那能喝那个到了。第二就改第二泡了。那怎么说呀？一泡一泡。第二泡，第三泡，第四泡。不，这行了，这，哎呦，哎呦，这不用假儿化音，不一泡一泡的吗？泡，泼奥。泡不用加那个泡，一泡一泡，我就去讨厌你这个样子。你别讨厌我，您继续喝水，快关，往下饮。嗯，哎呀，喝喝茶，我就喜欢这种美妙的状态。哎，这种美妙的状态确实令人羡慕。对于我而言，这就我人生当中爱情最高光的时刻。哎，这就是那种味道体现最浓厚的状态。但是这种美妙的爱情总是短暂的。什么意思呀？后来我们也时常的吵架拌嘴，哦，再到后来甚至分手了。哇，这摩擦有点大了，我特别难过。你向他找他挽回一下子，看能是什么。哎呦，我找不到他啊，真的找不到他。嗯，对于我而言，跟我分手，晴天霹雳，裤衩一声，很难受的感觉。裤衩一声，这是拉了呀？这是，不是有形容词吗？这娘们甩你就甩对了。这叫什么话？是哭，噗呲一声，这是窜稀吧？咕叽一声，嘚儿滑，吧嘚儿吧嘚儿吧。你哪来这么多相声词啊？你说个词儿，就是哭嚓一声，哭嚓一声，哎，我就拉了。对，人家分手都是哭，你哭嚓一声拉了。真是，反正有一个地方出东西吧。啊，很难过，能难过就不错。给我留了张条，小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呀？我死了，哎呦，不要再找我。哎呦，其实就骗我，彻底把念想断喽。就是分手那叫骗我，真是伤人的这话。还到他们楼里，我得找他去，找他去，眼泪都下来了。哎呦，中这眼泪，爽死了，爽死了。看我的人更多了，是，到底住哪小区？你是想看我呢？不是，太丢人了，这小区里，爽死了，太顺了。你不要笑话我行吗？我没笑话，我现在很难过。真是，我回忆起来我都不好受。哎呀，真是，你能讲出来，确实是你也是没脸没皮的，完了。哎呦，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再有这样的爱情，有点难过了。我可能以后都不会相信爱情，不会收获了。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啊，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哦，第三天我想通了。我说一天一天的过去呢，就难过两天，第三天就想通了。前两天没找着合适的，哦，第三天找着了。就咱们小区啊，我们小区，你们小区，一小区啊，迎面那楼哇。哎呦，一进小区，小姑娘那儿给我摆手。嗯，我吗？是我吗？哎哎哎！哦，擦玻璃呢。你是没看见那攒布是吗？讨厌啊！我以为爱情来了呢。哎呦，你别说，后来朋友介绍一个，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介绍个女朋友。嚯，见见面吧。聊聊，约定个时间，我们俩见了一面。哎呀，这不就收获爱情了吗？哎，我的春天来了，太好了。姑娘站在我的跟前啊，我仔细的观赏了观赏她。一个妇女能用上观赏这俩字吗？身高大概有140公分，体重有140公斤。这个公公真的好厉害。哎，不许拿女孩子开玩笑。1米4，140公斤。嗯，这是给郭老师预备的吗？这是小官啊，这是一个。哎呦，那个长相漂亮吗？漂亮。别喷着他那个脸，别说多圆了啊，真是圆脸。15的月亮。15的月亮。嗯，哎呦，那是够
又圆又亮，十五的月亮一样。哎呦，出油了，脸上有点麻子。有麻子无所谓啊，有麻子不叫包边。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个坑，坑里有个黑点，黑点上长了一根白毛。三环套月的麻子。哎呦，这个妇女长得比烧饼还顺呢。就这么跟你说啊，烧饼跟这女的站一块，烧饼一个朱一龙。哎呦，弄这么一个小煤气罐，阵子别让人换走啊，真是换都换不出去。哎呦，就他那个长相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真是你收获他，真是那你真是收获颇丰啊，这就是大个的古曼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能长成这个模样，这摔倒了都不知道扶哪头是吧。多具后代线风格。哎呦哎呦，小脸蓝娃娃的，蓝娃娃的，就跟阿凡提一样，那么阿凡达一样。哎，我就说是这个笑话，设计好的。这小脸蓝娃娃长得像阿凡提一样，就透露着那么睿智，骑着驴就来了，真是设计好的。行，别报键盘，你们信我，别报键盘啊，都是天津老爷们，不骗你们，设计好的。人那微表情那专家说了，只要一报板就是紧张啊。这么说了25分钟了没动过一段，跟阿凡提赛啊，阿凡达。哎呦，出合送！哎，拍底对的时候，你可没这么说，你可告我，你说你就这么说，我救你。不是这个，你看这观众一张一张的笑脸，这不就够了吗？这儿来，这不错啊，本本台上军人没有，这确实啊，像阿凡达一样那小蓝脸。滚！哦。哎呦，哎，就是个长相啊，长得蓝娃娃的，就真，啊，就跟窦尔敦一样，就是不好看这种女人，这不太难看了。你好看的不好得到，这样的也不好得到。不不不，好看的我是得不到，嗯，这样的我是不敢得到。真是，我得到了她，我就能得到了。嗯，哎呦，我看着他我都难受，我也不敢看他，不敢看他，我怕我吐了。哎，我低着脑袋我也不敢瞧他。大远处走来一人，在这姑娘脸上画了个圈，干嘛里边写了个拆字。哎呦，这你要得到这个妇女最少来个小偏蛋，得到这娘们督蛋我都不要了。真是街道都负责给你装修，真是精壮的三句我都不要，我这玩意儿，哎呦，这看着他，其实有时也挺同情他的。哦，有点同情感。哎呦，我更想同情他。啊，打远处又走过来一人。哦，拿着相机给我们俩拍一张照片。哎，那不挺好吗？发到了网络上。啊，后来听说还得奖了，好像这个题目叫《人鬼情未了》。哦，哎呦，这个人真是太恶心了。我说要不，好汉。什么叫好汉？你太侮辱人了！这个，你喊一个小姐姐，小姐，小姐，妈姐瞅你啊！对，姐姐，这个回家吧，差不多了，我今天的放风时间已经到了。您这有点外行了啊！我该回笼子了。不是，初次约女生可不能这样，得耗到没有回家的列车，没有班车，没有出租了，你才能得到她。你就耗她，他妈那也得分姑娘啊。哦，就长得比老爷们还老爷们呢，我看烧饼我都能耗她一会儿啊。这个小棍儿实在是不耐她。我的个天哪！不是，我回家了。不行，咱们吃饭去。哎，不是吧？我吃不了，吃不了了啊！不是说看你我吃不下去，我这胃口有点不舒服。昨晚上做梦啊，吃面条，早起来我鞋带没了。哎呦，
起来了，胡说八道啊、我到现在胃口还不舒服呢。哎，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吃吃吃饭去，我饿了。哦，拉着我奔了饭店了。哎，往外一走，迎面过来我们同学。哎呦，老金买一藏獒啊？嗨、哎，这娘们长什么样啊？别放屁放屁啊！啊，女孩子，对，这是他的新女人。也许未来才是啊、嗯，现在是不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去吧。我们俩奔了饭店了，到了饭店坐好了，点菜。点完了，他那吃着呢，吃着刚吃一半，把筷子往那一放，看着我。我琢磨了，干嘛呀？咱俩结婚吧。结婚吧？跟我聊天呢吗？见面还没45分钟呢，就结婚了？啊、结婚吧。哎呦，你得娶我，你放过我吧。他太渴望得到了爱情，我不配拥有你。你配，你没问题。我这配不是你不得到他，那你让别的男人怎么办？这是我，这都一对一对的，这不好往外。怎么你们不下地狱，让我下呀？不是这个玩意不好往外踹着呢，这个，那我也不能收了呀。你冲他脸上那个拆，你也得跟他呀。真是一会儿我就给那个拆洗了。嗯，不是这个，咱们俩人就见面，咱还互相不了解呢。嗯，其实我这个人性特次，是吗？我人性又不好，人又不好，我臭毛病还多。嗯，那你这，你放过我，你外边还有好的了。我搭档叫朱鹤松，回来我介绍给你，好吧？哎呦，他就喜欢你这款，他也胖，你们俩加一块合肥。不行不行不行，我害怕领回家，我给他酸煤气灶上。不行，嗯，就得是你，就得是你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啊，漂亮。娶我？哎，好，不是不是不是，这真不成，这个、啊，咱们再聊点别的行吗？哎，拜天地，说什么都不行是吧？就不行了。好，不娶我也行。干嘛呀？给我点钱。要钱？青春损失费。你对他做什么了，俊赫兰？就这个模样，真是，我能对他45分钟，我能做什么？哎呀，你这，哎呦，你这。我敢做什么啊？那为什么找你要钱呢？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算浪费青春呢。对呀，啊，得了，我破财免灾了。嗯，你说多少钱吧？我说啊，啊，这也不好说着呢，没法定价了。正研究多少钱呢，我们俩一扭头，饭店对面啊是一小花园。哦，花园里啊不知哪个郭老师的粉丝给郭老师立了一雕塑。什么雕塑啊？穿着一身大褂啊，可能跟观众招手呢。哦，这个模样。哎，打招呼呢？哎，和蔼可亲。我说咱们就听我师傅的啊，听郭老师的。郭老师说给500。哦，你还真听师傅话，你还哎，给500啊，这500，500啊，500也行。这娘们见粒就走。啊，行，你先吃吧。嗯，先吃吧，来吧。吃完了，咱看郭老师那手，咱行事。他说给多少，咱给多少钱。可以，行吧，吃吧，你吃吧，来吧。他这边吃着，我过去找老板去了。我说老板，这什么？门口郭老师那雕塑，手指头给我敲仨下去。嗯，啊，敲三个下去，对吧？你这好家伙，少给点是点啊，给200块钱，对不对？少给一点，我认个便宜得了。行，200，我一毛也不想多给他了，就当逛动物园了。啊，回来吃，嗯，吃差不多了，他起来了，看着我，行了，吃完了啊，给钱吧，给钱吧，我拿200块钱我就给他了。啊，不对，怎么不对呀？刚才说不是这个价钱。嗯，我说郭老师说给多少啊？你看。他回头这么一看，郭老师说给600。600？我扭头一看，啊，郭老师敲成这模样了。哦，把这仨给掰下去了。哎呦，给我气的呀！哎呦，我得了，刚才人许给人家了，破财免灾，还多花点钱，得了，数600块钱给你，给钱。哎，他拿钱走了，嗯，扭头我找那老板去。好，我有你这样的吗？啊，让我多花钱了。老板也问什么情况啊，来龙去脉跟他们一说，他也是乐了。嗯，你呀，你认便宜去吧。怎么着啊？敲这仨你给600，要敲成这样你得给800。别说了。